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！这里给大家带来的对局是2018年12月14号在江苏举行的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上面，由王天一、直红对阵陈明大师的一个对局。王天一采用的是非象局则象上进五，黑方马八进七，红方兵上进一，先挺兵制马，黑方再走炮八平九，准备是走三不虎亮车出来。红方马二进三的时候，黑方车九平八，红方车一平二，黑方车八进四，升车河头，走巡河车。以后黑方如果再进卒，红方再进兵的时候，黑方可以进卒来邀对，这是巡河车的作用。红方这个时候选择的是炮八进二，走巡河炮，下一步准备马三进二来赶车。在这个时候比较常见的走法是卒三进一。红方进一个兵，黑方进一个卒，形成了对挺兵卒的局面。以后可以堂堂正正跳马出来。在这个局面下面，实战的时候，陈明选择的是车八平二过来对炮。这个炮一走就要打底马，所以红方打掉，黑方打过来之后，这里再跳马出来，这样就封住了红方的九路车。红方跳马之后，黑方再走车一进一，下一步准备车一平八过来拉住红方的车炮，这样红方两个子车都出了效率不高，车九平八走不了。这里如果被牵住，红方就会比较被动，所以这个局面下面也不能够走炮二平一，炮二平一这步棋效率不高，打过来打不过来，黑方有七路马守住，所以这个局面下面先走马三进二。先跳马出来，管住车，以后走马二进三，再踩卒上去。黑方走车一平六，车一平六之后，红方也起横车，走车九进一，黑方飞象。飞象起来之后，红方马踩上了，下一步准备要踩中象，踩住了象。如果这个时候再来封住红方车炮。红方可以走车二进一，或者是车九平二，形成霸王车之后，再平炮过来对车，把这个车对掉。所以实战的时候，陈明选择的是升车，到红方的兵形线以后，再准备来过来压炮。红方先如果走炮二平一，这步棋效率还是不高，实阵有马守住卒，所以直接走炮二平三，以后准备是。升车踩象眼之后再跳马打马，这个时候选择平车一压，压住之后再走炮三平四，黑方走炮二平四，下一步准备进炮，进炮要来打马，这个马没地方跑，红方走车九平六来管住，不让黑方走炮四进一，黑方不是，红方升车上，升车到卒零线。准备是吃卒，那么黑方走马二进一，守住自己的三卒。红方补一手四之后，黑方走卒一进一。红方升车筛象眼，下一步准备是走车二平四，过来再筛象眼，马踩象。在这个局面下面，黑方必须要平车挡住，守住这条线，要不然红方走车四平二，走车二平四之后，马踩象。这棋威力还是比较大，所以先守住。红方进兵，黑方继续冲卒。在这个局面下面，红方先平车，压住马。压住马，黑方先退象回去，走象五退三，守住马。在这个局面下面，王天一很巧妙的利用了平车压马的手段来吃一个象，赚了一个象的便宜。红方先选择是兵吃掉，把这个车引开，车吃过来之后再平车压马。那么黑方必须要补象，要不然吃马。补象之后直接马踩掉中象，黑方飞掉，再吃掉马。这样，红方就取得了一个象的优势。
何凡选择跳马出来，走马七进八，下一步扶右飞象赶车，车如果走车就平八出来，再退炮打车，车只能退两步，再跳马踩车，车一跑，然后就跳马上来卧槽，这棋还是威力比较大，所以实战的时候，何凡跳马七进八之后，红方直接平车过来跟，以后把车路让出来。可以车可以退回来，在这个时候何凡也是先退象回来赶车，那么车就平八，平车出来，何凡走车七平六，红方跳马踩车，车在吃掉之后，这里就升炮，升炮以后准备走车之后再平炮过来成底炮，有个命攻，这时候何凡选择是先跳马，红方直接退车，其实这个时候直接退两步也可以，以后准备是闪炮，实战的时候选择的是退到下二线，以后准备马跳上来的时候趁势挡住车，守住自己的下二线，何凡选择直接平车，走车五平三形成霸王车，下一步直接扶右车砍，直接砍象，飞掉之后再砍一将下四，再砍一将，以后再跳马一将，有个杀棋，因为如果是红方不应到何方走棋，砍象一将飞掉之后再砍一将下四，再吃一将坐上来，再跳马一将，就是一个连杀，坐过来之后直接砍四是杀棋，坐上来退车将也是杀棋，所以这个局面下面红方必须要应。何凡平车之后，红方选择是跳马踩车，马不给何凡当炮架，这样就砍不了四，就没什么关系，何凡进炮来打车，如果车一跑，那么这里就砍象了，所以这个局面上面红方先选择平一步炮，这个马现在还在这里，先平一步炮，平步炮如果是飞象，那么车直接吃掉了还是一样，所以直接选择乘势挡住车，这里进炮一将下士，下士之后再升车乘底车，这里应该还是要踩到车，这里同时又打象一将或者是退车，退炮跑的要抽，要抽子，这里先砍象一将，砍象一将之后下士，这时候再平车来拉住红方的车马，下一步准备要强行抢马吃，这里王天一选择打掉象一将下士之后再选择炮平边，在这个局面下面红方也可以直接进车将坐上了，再退车将，再坐上三楼的时候再退炮将，这也是一步非常厉害的走法，因为何方这个时候不敢垫车，垫车之后霸王车就没有了，也不敢乘势，乘势之后再退车一将又要抽车，这样何凡就非常被动，实战的时候红方没有选择这样，红方选择的是进车一将坐上了之后再选择退车一将再坐上来，红方没有退炮将，红方选择的是平车，这样平车一将何凡不敢乘势，乘势退车杀只能偏过来，偏过了之后再退车一将退下去，接下来再乘车下来，这样下一步车要砍四，这比抽车效果更好，抽车的话何凡还可以往抗，这样直接杀棋，何凡只能把四撑起来，接下来再退炮一将，退炮一将四撑不开，撑开之后平车杀了，只能坐起来，坐起来再退车一将，就形成了一个绝杀。